寒流来袭，拼保暖，部分民众会选择穿着毛茸茸的羊羔绒外套，因为款式多，颜色也多样，服饰店直接摆在橱窗第一排展示。但其实市面上大多数的羊羔绒外套可能都不是真的羊毛。其实羊羔绒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叫 Sherpa 嘛，那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羊毛做出来的东西，然后除非是说它真的是羔羊绒，那才是真的是所谓羊出来的一个产品，羊毛出来的产品。那如果是羊羔绒，或是看到写 Sherpa，你只要看它成分比，通常都是多数状况下聚酯纤维。一般来说，真正的羊羔绒外套吸水性高，不可以用洗衣机洗，而且水洗容易掉毛。如果是仿的，吸水性较差，则是可以用洗衣机洗，也比较不会起毛球。不过两者皆有保暖挡风效果，但专家建议不要在雨天穿出门。如果是聚酯纤维，最主要是回归到成分表。那如果说它起标上面有跟你讲说不可机洗，通常那就是羊毛成分比较高的产品，化学纤维成分的产品的话，它通常都是可以丢机洗，直接水洗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消费者如何分辨羊羔绒外套，可以看外套材质是否吸水，如果纤维上面会浮水珠或是遇高温会融化，就是聚酯纤维，但光凭目测或触感恐怕难以判断。民众购买前最好还是要看清楚标签。华视新闻超级苏颖宽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